各位同心，啊，我们时间到了，好，我们开始准备来上课。啊，这节课是由我们的众议院议长哈潘良华潘议长带来演讲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啊，咱各位同心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，大家辛苦哈，尤其马在几工的哈。那么，安尼哈，听毕组长演讲时。足享受的，我嘛足爱听伊讲的呢。我听伊听三年半呢。好，安尼吼，好。来，啊，咱即马来进入主题啦，吼。我因为时间有限，我这个标题我差不多要3点钟才讲会完啊。但是我即马干有2点钟呢，所以我要讲较紧的哈。这个题目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吼。啊，你会当个看，哎。安尼表示咱无正常嘛，对不对？无奈你讲要予台湾地位正常化，表示咱即卖地位真正无正常。爱无正常的原因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吼，中华民国甲咱牵伫顶悬的关系，吼。好，啊，咱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台湾法律的台湾，吼，伊这个，这个新的话要用无啥关系。法律台湾近代主权地位变化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概哈。第就是，咱拢知影，1895年日本天皇是依照下关条约，就是国民党因咧讲的马关条，为大清出的台湾甲澎湖，这是合法的，有根据条约来提来，唔是因国民党拢甲咱讲，日本确据台湾，好无？讲偷窃甲台湾偷窃。无影无食，好，过来。但是1952年，日本政府吼签一个旧金山条约，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。吼，注意，伊是放弃管辖治理权俩。哈，台湾甲澎湖的主权，还佫是日本天皇的手里。哈 ，OK。第三，目前台湾。甲朋友，还佫伫主要占领权国美国军事占领中。现在依照台湾管理法，委托由台湾治理当中，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啊，代理咧管理当中啊，这是一个代理的行为啊。所以你会听讲，嗯，台湾那是美国军事占领，我拢无看到美军。其实你看到这个中华民国的军队。就是代表美国军事占领，是美国委托中华民国来代管哈。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，都自中华民国国民党来台湾了哦。台湾问题足侪，啊，咱来先了解，上台先咱来先知影咱家己是虾米人。哦，你较袂去认贼做老爸，见台湾人足侪拢咧认贼做老爸，佫做个欢喜个。爱就是伊头壳无清醒，去予国民党洗脑，吼、哦。啊，到底咱是虾米人？咱先看张地图，吼、哦。这个地图，西半边这个浅绿色的，吼、哦。这是白毛族徛起的所在。啊，这个中央山脉以东这，就是高沙族原住民，吼、哦，因所住的所在。台湾。你先甲分两大族群，一个叫做西部的这个平埔族，啊，甲中央山脉以东这个高沙族，吼，高沙族。高沙族即马中华民国有认同的原住民族有14族，啊，最近佫加两族，吼，佫加一个叫做卡纳富一族出来，啊，佫一族我袂记啊，吼，迄拢足细族，拢几百个人呢，吼。好，那么先。台湾咱真侪拢平埔族的，啊，我来介绍讲平埔族嘛有10族哦，哈，啊，咱来看，伫宜兰这个所在，有一个叫做克马兰族，哈，因有一个克马兰刻印，哇，啊，好，人讲哥马兰，好讲克马兰，哈，那么，那是音译啦，哈，伊，噶巴兰，哈，那么，这个。台北地区啦，吼，有一个
叫做凯达格兰，吼、哦。所以阿扁也选择总统了，甲总统府头前一条接收路啊，改做凯达格兰大道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呐去抗议有无？民进党呐，啊是其他的团体发表抗议，拢会走去凯达格兰大道，吼、哦。OK，、啊、那么陶祖苗家有一个道家师祖，吼、哦，道家师。中部苗一部苗栗哦，彰化、台中、南投哦，即大家才有三种，有一个八寨哦，啊一个曼布萨，一个帕普拉，这三种伫遮咧活动啊、哦。那么，云林嘉义才有一族叫做红安雅族哦，红安雅族。安平台南地区，才有一族上大族的平埔族，叫做西拉雅族，西拉雅。哈、哦，那么高屏地区，才阁有两族，一族就是小林村莫拉克风灾，哈、哦，八八风灾，规个灭村迄、那个，哦，山崩砍掉迄、那个，叫做大满族，哈、哦。啊，那我是存款不足去做不满足，哎、欸、，OK。啊，其实我若有族，我是遮个啦，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啦，一族啊，吼、哦，高屏地区有一个马卡道族啊，这个是西拉雅的支族啊，这真少人讲。但是谢长廷选择高雄市市长的时，伊为着要纪念阮这个族，我本身马卡道族，所以伊伫迄个翠华路的东边的这个。中冠线哈，这中冠铁路的火车在走嘛，这边是翠华路，伊这边东边才开一条叫做马卡道路。哦，啊，你若要记这个马卡道路，我甲你讲，你一定记会开。你若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，安尼，火车哪来弄来包死？哦，我就去做个哈、哦，这我发病。马英九卡在平交道。你一定记得开，吼、哦，马卡道族。那么你是不是平埔族？有一个特征，你只要你把手凹弯起来，啊，你也看这样一条绳，是吧？有凹痕，啊、哦，你就是平埔族的，啊、哦，这是平埔族的特征之一，啊、哦，有无？有你倒手，有你正手，啊，你若较项链的吼，较项链的肩胛准平看无？啊，另外一个特征，就是你的脚尾尖头啊，吼，上细肌的肌，然后鼻唇的，哦，迄个那是，吼、哦。啊，另外就是你的轮廓，吼、哦，较深、较深的，吼、哦，轮廓凹凸有致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个那是。啊，过来，都皮肤像我这款的，乌无白人遐乌，白无白人遐白，差不多。讲上帝行了有小可臭味打击，哎，我这十一分析的吼，我这色的安尼，因为那拼不住的吼。啊，安那啊你行八分析呢？你莫讲你几啊年，拄啊像迄米其林的轮胎迄个吼，哦，迄几啊年，颔棍也有，脚手拢有。啊，过来，咱来探讨讲，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？吼、哦，啊，这我那有一挂理由哈、哦，就是1952年四月二八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，你会记哦？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强啊，因这两个国家拢无去参加旧金山合约的签署，因拢无，所以是伫旧金山合约伫1952年。四月二八先后，迄天，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之下，要求日本这个日华籍中华民国，在台北来签一个和平条约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就是旧金山合约是日华台北合约的母约啊。啊，你知道子约未使超过母约。好、啊，母约。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了，来到日华台北会都袂使去放弃一摆，啊！但是咱来看伊的第十条，吼、哦，
日华台北会第十条要哪写？啊，伊讲就本国语言，中华民国的国民应该视为，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朋友所已经实行，亦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，以具有中国国籍及一切台湾甲朋友的居民，哦，加个落等。即下即个台湾个朋友，啊，即下个一个台湾朋友居民，即个竟然个加着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，后壁即个咧讲个，就咧讲咱本土台湾人，就咧讲我头拄啊讲个，高山十四族，啊，咱平埔族十族，即个红个，即个就咧讲咱，啊，啊，伊讲四维包括，只要伫台湾顶管遮吼。拢甲咱当作中华民国国民，视为你本来唔是，我把你当作中华民国国民，啊，所以咱唔是，咱唔是中国人，自己被视为为了管理的方便，被视为中华民国的国民。就刚刚马英九捌伊做台北市长，啊咧甲原住民的，啊，高沙原住民讲，我把你们当人看，有无？其实伊心内就讲，你唔是啦，我甲你当作人看，哦，你看我糟蹋人，哈，哦。所以，就是因根据第十条，暂时甲咱前属及台湾及澎湖之居民，甲包括伊后代，其实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，啊，9月7日，哦，过一日，过差不多20天后。这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蒋介石来台湾，哦，代表民军接受日本军的投降，哦，把他们的武器收起来，啊，这个情形造成说他们来管，要来管台湾，他要先把我们台湾人当作中华民国国民，发国民身份证给我们，啊，电话都有编号，这样把你跟踪，把你追踪，哦，把你管理，这样就对了，哦。个人来讲，是安怎咱台湾人无国籍？哦，这就是2006年10月20日，咱秘书长带228个去控告美国政府。哦，那么伫地方法院，联邦的地方法院判讲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啊，咱来看卖，是安怎伊甲咱判咱无国籍？这就是1972年中日建交。那个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，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所以头拄啊，咱咧讲迄个台北合约失效。本来咱是暂时摕到中华民国的国籍，哦，作为国民，啊，但是中日建交了，而且伫1952年，旧金山合约要生效进程，日本的法院就已经把咱台湾甲朋友的即个日本人、日本国籍的国籍，甲咱取消掉，所以日本国籍又取消掉了，来到这中日建交，中华民国迄个国籍阁无去，因为迄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，所以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去，所以咱就变成无国籍，啊，就是安尼来。好，那么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倒位，要安怎恢复？啊，即有一个。琉球模式来，我咱做参考哈。一个琉球反乱模式，琉球就是1945年4月7日，尼米兹啊，美国尼米兹海军上将啊，以及太平洋的海军总司令啊，迄阵麦克阿瑟是太平洋啊的总司令。啊，那么一派以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啊，差不多2个月时间，把琉球占领落来。了有成立琉球民政府，那么一直来到1969年，日本已经建了恢复因的建设哈，啊，开始有赚到钱啊，日本政府较有钱啊，所以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参详讲，我爱赔你偌济钱的战争债，啊，你可要甲琉球还我日本，美国。迄当时，甲开3亿2000万美金，我迄阵美金足大银哦，哈，所以日本政府甲这条钱交予美国政府，
按有签这个琉球返还协定。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，在1972年5月15日，美国把琉球包括钓鱼台啊，的尖阁群岛嘛，还给日本。啊，当初琉球人伫美军占领的时阵，琉球人对日本来讲已经是境外，所以琉球人那要去东京读书，还是要东京做生意，爱向美国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，就是类似护照啊 ，passport。因袂当干那摕琉球的，因为日本较早的身份证讲要出国袂使，已经迄算被占领区啊，哈，已经是算境外啊，啊，日本的境外。所以琉球伊经过琉球返还模式，哈，还等于给日本了，琉球人自然的重新获得日本国籍。那么台湾将来嘛，依照这个模式，爱日本政府，咱的母国去跟美国参详，看爱赔偌济钱的战争债，和美国啊，开来签一个台湾返还模式啊。啊，那这个程序做好了，咱就等于日本母国，将来咱就摕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啊。好，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。属地主义就是讲，只要你一个富人人。啊，譬如讲美国，伫美国个领土、土地顶缘生囡仔，也是美国个无人机顶、美国个船顶所生落，迄个人、迄个囡仔，自然取得迄个国家个即个国籍，对。那么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，啊，欧美国家拢属地主义，你伫迄个所在生，你取得迄个国籍，你大汉了。你会疼惜迄块土地，你会爱迄块土地，会想要甲保护，你就袂做迄个高污染啊、高耗能，吼、哦，即款的工厂来破坏这个环境，吼、哦。那么东方拢受到中国的影响，大部分拢属人主义，拢父权思想，吼、哦，拢是爸爸这边较大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爸爸无论伊移民去到美国。移民去到印尼，移民去到马来西亚，伊拢叫做华人，啊，伊所生来个囡仔拢叫做华人，伊袂落地生根。像讲当时美国西部咧开发的时，欠足个工人，所以为闽南啊、为广东、为福建进口足个华工去到旧金山去铁路，结果铁路做好了。无头路啊！因就船也无转来，船伫啊。但是因中国人拢集中一个所在，叫做 China Town 中国城。啊，个所谓 China Town 就是迄个地区上落后、治安上歹，哈个所在。先到啥物原因？就是、中国人本地就较泰国，哦，较无卫生观念、无法治个观念，所以。拢顾因兜好得啊，啊，本着拢等伫外口，因兜足清气，无公德心，啊嘛无回馈当地的心理。因若伫遐有赚着钱，因着钱要寄当于因的故乡，要起大厝，要光宗耀祖吼。啊，所以未来拢会造成排华的这个原因。你赚着钱，你无阁继续投资回馈乡里，所以去印尼也互排华，去美国也互排华，马来西亚也排华。我两三个月前。越南嘛咧排华，吼、哦。OK， 好，啊，咱来看咱台湾系统。有一句话讲：“有长山讲无长山嘛。”我这拄向听敢那对呢，吼、哦。因为较早长山来，拢是查甫的来较济，无查某的，所以无长山嘛。但是我尾也想着嘛唔对呢。啊，有长山讲，啊，咱台湾阿公是拢死了呀。好、哦，所以这句嘛唔对，而且。郑成功因为私囊叛变，去予大清甲消灭了后，大清实施海禁，大清的人袂使无经过同意，袂使走来台湾。哦，伊惊你要搁大家作乱，要搁反清复明。哦，而且迄阵当讲
啊，要走来台湾的拢什么？拢是通缉犯较济，吼、哦，啊无博士叫欠人钱、欠花仔钱无纳的，落跑走来台湾的。长山讲来台湾，十个来六个死，三个留落一回头。啊，我怀疑这三个留落敢活的落来，什么原因？咱来看这个牡丹社事件，吼、哦。1874年牡丹社事件，就是日本琉球的啊、哦，这个宫古岛的渔民，那么因为风台发生传染，啊为这个恒春晚洲东边海岸爬起来，结果迄个南台湾族啊，诶、哦、这个人甲台死，啊、哦、这因为有一挂误会，有12个台北死的，迄、那个平埔族这个保利地区的。迄、那个征讨的人，甲护送去洪山府城，啊，甲送登去日本。日本外交部门就向大清抗议：是安怎恁大清的人，台湾的日本的移民？大清甲回讲：我拿一白话文来讲，访辽以南，非我大清所管辖，哦，迄是化外之地。哦，啊、既然唔是你管的。那个日本就讲，安尼我要起兵要来个讨伐，大清阁个回批讲，法与不法，由贵国制裁之。你要伊个处罚无？要出兵伊个处罚，出兵处罚无？固在你，由贵国恁家己去决定。啊，迄阵日本都啊明治维新，有去欧洲的德国哦，普鲁士也学一挂这个陆军作战的这个技术。啊！拄啊，找无所在好，人个用兵练兵，阵真正派3000个兵马，就为恒春车城迄个海边啊，叫做下寮，为遐登陆起来。啊，含咱个高沙，即个南台湾社会伫牡丹即个，遐有一个隘口，山个隘口，伫遐修建。日本是正规军，佮有派军医来，啊，因有正规步枪。啊，咱个高沙原住民是单发的猎枪，啊，伊拢较无遐准，啊，有弓箭甲长矛尔。你看这武器不对等，当然到尾战输。但是，因是拢走去厂里侵占哪来？好、哦，并无拢战绩，那战术，因为伊拢暗时啊出来突袭，所以日本军迄个拍甲吼，那头壳冒咧烧，啊，唔敢去上入去，上入去有迄、那个丛林战，日本军袂晓。拢许咱原住民个抬价，暗时啊，伊拢举迄个，或者反刀吼，开山刀来，迄拢无声，就只拄一个暗棍啊，就断伊啊，吼，安怎死个拢唔知，所以日本人连要放尿都皮皮喘，也要惊死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安尼情形下，日本军唔敢入去，所以伫遐持久战，结果日本军战死个，敢那战死50几个。破皮死的有600个，什么原因？因日本寒，日本遐无蠓啊，来到咱台湾南台湾迄热带地区，蠓虫足济，干那迄个蠓啊定着登革热，啊你知影登革热？哦，迄阵无啥药啊，啊个水土不水无清气，食了漏屎脱水死，哦着可列拉哦，马拉利亚有诶无？所以来煞死足济，真死诶！看破病死的1:10，哦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那安尼中国人、迄大清的人要来台湾，迄三个留落来，干那迄个蠓虫叮，迄个蛇咬死啊，哈、哦，所以迄十个来，我上加剩一个活的呢。啊，而且你也知影讲，当时咱台湾大清的时阵是母系社会，这个家庭的户长是查某的呢。是妈妈咧做校长呢，唔是查甫个呢，所以你有会记一句话，牵手有无？你莫误会，咱拢过就讲咱查甫去牵查甫手，唔是呢，较早是查甫个有钱，这个家庭我咧管理，我看迄个查甫缘投，我会顶来甲牵伊个手，招伊倒来做晚翁，有一句话叫做招翁有无？牵手招翁是女生主动呢。女生是母系社会，是白老大，哦。平埔族迄阵就是安尼，所以你即摆有一句话讲，嫁娶哈，喜事无故坐大位有无？
有一句拢爱请阿姑来坐大位，就是妈妈的兄弟叫做伯姑嘛，阿姑嘛，伯姑坐大位，这就平埔族的母系社会哈、哦。所以你莫误会，咱有听过娶某，唔捌听人讲招某嘛，吼、哦，咱拢嘛讲。招查某拢，迄阵拢招翁，牵伊个手，招伊转来做翁。而且，若看这个，敢若袂歹，招伊转来做翁。但是，弃婴唔是讲弃婴啦。结果吼，都结果一两个月，感觉都无影遐好。啊，你会使迄查甫在时啊处理做翁块哦。迄女主人会当改，迄个查甫家当收收的，用草帚啊，还是曾经包起来，转到下段门口。那个查甫回来，若看到伊的家当用下伫门口，他就知道他被休夫了呢。伊在迄门内爱走，爱把人带，是安尼呢吼。所以迄阵恁女孩子是主角呢，阮迄阵阮男生是配角吼，不要搞错。啊，你阿想，啊这登山公，因一个人来到台湾。啊，无啥物家产吼、哦，所以来到遮，第一有工做工，无工做啥，无工就做乞食，吼、哦，啊无住好大要住底，去住庙寺嘛，啊庙宇，迄壁顶外拢有画迄个十八罗汉，拢困伫个壁角十八罗汉下骹，最红叫做罗汉卡，你捌听过罗汉卡无？迄就罗汉卡，罗汉卡是较好听啦，其实就是乞食的意思啦。啊，咱个母系社会高高在上的女孩子，会去招迄个当来做翁，真困难。比如讲，伊真正着做烟斗，拢像刘德华还是金城武安尼。老娘就是家里有钱，干那欠一个烟斗上，嗯，无要紧。你无三五，我买三五，你穿穿，我水水漂漂漂漂，牵伊个手，招伊当来做阮翁，是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这当山公。足少的，咱台湾阿公足济啊，吼，所以唔好讲，哦，咱的祖先拢福建广东来，大错特错。所以我讲，你要知道我是谁，你较袂认出做老辈，吼。好，民政这大清本土台湾人会崇拜这正常，日本人来，啊，大清中国人，迄个大清的人来，个人爱学闽南语，也就客家语，因为迄阵闽南语甲客家语拢是官话。日本来管台湾五十年，日语嘛就咱伊迄当时的官话，所以咱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，然后读到日本册，哦，日语拢写写叫。即马嘛，国民党中华民国来六十九年啊，一日来嘛是北京话做官方语言，所以咱即马大家拢嘛北京话讲个写写叫，吼、哦，佮有诶佮讲个会卷舌。啊，我无啥会晓，我若卷舌就喙齿就夹着啊。所以即款的崇拜是正常，吼、哦，伊会去学先进外来，吼、哦。因咱平不论是平埔族还是高山族，咱拢无文字，所以咱食亏伫遮。所以强势文化造成讲，咱台湾人，头拄我咧讲迄几族，凯达格兰族也好，西奈亚族也好，吼、哦，其实。就是拢因为咱的无文字，所以咱用同化去哈。好，啊，即马台湾人，哦，早期哈美，好、哦，早期讲来台大，去美国，好、哦，啊，去美国就不回来，差不多九个月回来哈、哦。啊，尾来，哦，十几年前，日本的电器用品，录音机、Walkman， 哈、哦，电子歌，哦，卡面啦，大家拢嘛去买日本的。俗个好用哦，手表啊，啊，这五六年哇，韩剧流行啊、哦，日剧流行了哇，韩剧即马大家消日本、消韩国韩剧啦，啊是因的现代汽车啊，啊是三星的手机哈，欠个啊，好，来请请条教咱台湾人漫画啊、哦，不论语文啊、哦，就是我头头讲的闽南语还是广东语、客家语啊，佮、哦。输人官，输人姓，佮输人族谱。像我的姓，我姓潘，因为阮的祖先较爱住伫河边、溪边，要洗身躯、要洗衫裤、洗物件较方便。
那么台青的官来台湾视察，啊，就问地方的爸母官讲，嗯啊，这个虾，这个针头，这种生啥？人家回讲无呢，伊拢无生呢，啊无生哦，啊阵个搞阮素生，啊这台青政府学问啦，搞阮合作讲判三点水，讲阮住伫水边的番。我的生是安尼来，啊，这袂歹，有水，下骹有田，田顶完是咪发米，啊，顶完一撇飘撇的台湾人，啊，我的生是安尼来哈，袂歹，这台青这官员算有学问，啊，我是住伫水边的番，啊，其实咱85%啊，血统拢是平埔番，啊，无就高山番。欢迎大家做来做欢，好，莫见笑。OK， 好。伊唔啦，住阮省，佮住阮族谱呢，看有含无？吼、哦，连个族谱拢假。我看阿公迄阵做个族谱，我看讲，阮是为福建迁徙来移民来，结果也无讲福建的对一个官，对一个市，对一个庄头拢无，我就知影讲这假。你包括阿扁啊，还是谢长廷，因讲要去找因的祖公的墓，迄拢找无啦，血统完全无同。台湾的姓潘，跟中国姓潘，血缘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哦，阮是叫四姓，哦，你会既然是四姓四族谱，这都是没有血缘关系。哦，伊是为着要甲你通知好通知，拢甲你讲，咱拢是汉人，安尼较好管，啊，咱共国的较好管。那么日本时代嘛，把咱台湾人华民化，哦，1937年开始，要叫咱台湾人拢什么风俗习惯、语言、穿插、食食，拢爱学日本，哦，或者华民化，迄阵内地一统，就是爱跟日本迄四大岛的人民拢爱同款的生活方式，啊，啊，包括穿目镜，我做囡仔，我都要穿个目镜嘞，吼，奇奇怪怪。那么近百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，所以保存了咱本土台湾人有85%以上原住民的血统。我该用原住民，原来的主人，咱本土台湾人是这块土地本来原来的主人，哈，血统。我咱来看讲，近百国荷兰，伊迄个地先讲甲拍败，所以荷兰人迄2000几个人就爱拢拢离开，所以荷兰人留落来基因真少。过来政治王朝。20几年了，四人叛变，大清甲消灭掉，太死的吼，伊话太无死的，拢甲掠掠开，遣送等于大清，伊不爱留大家，互你搁结合本地的原住民，要搁反清复明，哦，所以到尾啊，连大清宫遐部将遐将官死的吼，本来待好，大清哥来甲。乌龟连骨头拢甲乌等于讲要摕去大清那边，啊，咱兵部总去甲问讲，嗯，啊，毋是待好好，哪会要去恶个？讲无啦，啊，这拢为大清来的，啊，因只骨头吼，我来甲收收的，啊，装一个瓮啊，骨头瓮啊，我来去甲送登因的故乡，予伊落叶归根，安尼开始点庇荫因的后代。哦，这好哦。台湾人又骗你，你甲想，又骗人讲哦，安尼哦，就是那待一段时间，爱搁甲骨头挖开，捡做瓮啊，为进塔，吼、哦、啊，啊为钉，跟其他的家属合作，叫做捡骨有无？啊，台湾人又骗你，捡骨就是安尼来，其实遐骨头大正，甲只。这个郑成功这部将吼，骨头刻个，船驶到台湾海峡，都拢甲轻轻落海个，靠遐好死。这伫大清来讲，这就是迄落呐，叛军啊，叛臣逆子啊。我头下通遐好咧，佮你骨头收收好，佮你摕转去福建台去广东台，无可能。吼，所以咱即摆咧刻骨啊吼，可能拢全刻唔到。人入土为安，你看美国人敢有讲
因为祖先代代了，搁捡过来无呢？我毋捌看美国人咧捡过，哈。过来，哦，政治王朝，大清甲消灭了，大清往右大日本帝国甲消灭，毋来拍牌哈。啊，大清住伫台湾这官员，都许日本拢甲遣送转。但是日本迄阵签《马关条约》有一条写讲，予你两年的思考期。你大清住伫台湾这居民，你若这两年来你予我管了你袂合，你会使变卖家产，拢转去恁中国，吼、哦，恁大清。所以有留落来嘛真少，所以你来看，荷兰人留落来少，政治王朝的大清这些中国人，吼、哦，留伫台湾的基因也足少。那么日本管台湾五十冬。在1945年统计战后，迄阵差不多日本本土派差不多300,000人的军公告人员，包括因的眷属，伫台湾咧管理台湾，哦咧统治台湾。但是这些人拢迄个蒋介石来了，因的部队来了，拢来遣送等，所以日本留落来基因嘛少。所以为遮个看，所有战败哈，大日本帝国迄个。美国打败了，中华民国来代理嘛，哈，所以你看，尽管这外来政权有留伫基因的拢较少，好，但是中华民国都有留较侪啊，好，都即69年来，尤其是1949年，蒋介石，好，国共内战失败，1949年迄一年，绕跑走路，走来到台湾的中国人，好，会使讲。迄蒋介石甲带来遮，到尾200,000，我拢讲吼，但讲到遮，我拢会想讲，我细汉看是大人咧饲猪，200天就会当掠来抬，啊，就来卖，那卖我就有钱人去注册吼，我迄阵要注册真困难，差不多7个月啦，200天会当掠来抬，掠来卖。但是1949年，蒋介石为中国引进甲要200万只的猪来，予咱饲，咱甲饲69冬，当年6岁金咧甲饲，食甲肥肥，讲叫做高级外省人，简称高外人。结果甲饲69年，这猪袂抬得，咱甲今要搁6岁金咧甲饲，哈。所以台湾有足侪，台湾有很多猪的问题，就是这个原因，甲今拢袂煞。所以咱今仔日讨论者，好，安来看，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成本，即摆哪会向工做甲安尼拢一块一块乌？日本人做代志足认真，因来台湾了，开始要管台湾，伊爱了解台湾的地理、文化、人口的结构，哦，族群的结构，所以因开始做户口成本。我靠名簿，吼、哦！叫伊来调查的时，都拢有甲你分好啊，你是对一族的，吼、哦啊。国民党来了，发现讲，哦，啊，真啊，迄个台湾人知影拢，即个台湾人后代拢知影讲，因是日本人，因是正港的本土台湾人，哦，安尼歹管嘞，所以拢甲你做乌、哦。即内底本来有写福，啊，有写广。服务就是讲，你已经，你听到服务，你莫继续讲你是福建来，唔是哦。啊，你莫看你写广，你就是广东省来，唔是哦。就是讲，你忘了自己的族群的语言。譬如讲，住伫台北地区，你已经不要讲凯达格兰族的话，你干那村也要讲闽南话。哦，伊甲你安尼日本人会甲你写服务，就是你要也要讲福建话。但是你已经忘记你的族语凯达格兰族语，所以你要个是平埔族原住民，啊，那么你来像陶祖苗家，你也要讲广东的客家话，伊甲你写广，无代表讲你是广东人哦，是你忘记你已经这7、8年来，你已经未晓讲你的族语啊，纯也要讲客家话，伊甲你写广，啊，无代表讲你是广东来哦，哈，啊，那你要也要。讲这个你的主语哦，就高山、山顶、高山吼，伊即马就甲你，你也要讲主语，
啊，你拢袂晓讲其他的闽南语、客家话拢袂晓，安尼伊甲你写升官。啊，那平埔族，你要也要讲希腊雅语，还是讲马卡道族的语言，安尼伊甲你写熟番。所以咱方叫番，咱阁有分青甲色的，吼、哦，山顶的青，啊，咱山下色的，吼、哦，生番甲熟番就是安尼分，吼、哦。所以伊惊知影讲咱台湾人的身世，所以讲甲你做乌乌乌 ，OK， 好、哦。我你看，这今年2月25日，《自由时报》报的，哈、哦，被要求撤销户籍住籍熟。台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多，哦，理由是日治时期的收翻，伫内政部讲迄是非法定的原住民族，台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多，伊讲希腊雅族，台南大部分拢是希腊雅族的哈，啊，咱来看下下个，收翻一直平埔族了哈，啊，这个希腊雅族已经台南市政府甲。法定因台南市的已经通过，是合作原住民族，啊，啊，那么在台南市了之后，屏东区，啊，屏东县甲高雄县嘛，响应这个做法，哈、啊，认同阮是平埔族的哈，啊，伊国民党作假讲咱认同咱是平埔族，咱是平埔原住民，你若原住民，你也团结在一起，啊，引申外来，安尼就开始会有区别。啊，这嘛是美国，想要叫咱爱发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就是要甲台湾人、本土台湾人，跟因中国人分得清楚哈、哦。那么咱来看，中华民国军政府伫你台湾有六招，咱就有七大地哈、哦。咱来看，第一，屠杀精英，哦，利用二二八事件，甲咱台湾人的精英300,000个甲抬掉。这是有计划的台哦，啊，这300,000的精英，拢是地方的头人，拢是高知识分子，是日本政府开50年的时间所训练出来。结果，因中国人知影讲，伊要来管台湾，因是三流的国家，要来管一流的国家，绝对管袂赢。若无甲这些敖人抬死，无法度管。道理即摆，譬如讲，即摆若菲律宾要来管咱台湾人，你看敢管会行？哎，咱甲看做三流国家，要管咱台湾人，台湾人绝对不服的，啊、哦，绝对不服。你啊看，来讲糖厂头啊，啊是来讲铁路局，中国人来，毋捌坐过火车的人，会当做铁路局的副局长，啊，毋捌换过先进的日本的糖厂的中国人来台湾，拢做糖厂的厂长。啊，有一个雇主讲，我听我的同乡朋友讲，然后来台湾，甲派迄个中国人来做厂长，爱食饱用用，拢咧伫伊个办公室吹冷气，啊，逐工吹到很无聊，讲出来视察。啊，伊毋知影讲，看到人咧种甘蔗吼，拢甲甘蔗拢下伫沟底，啊，就用中国话，马里哥什么来安尼，就骂就对啊。啊，咱的台湾族囡仔吼，做农牛工，迄个骂甲莫名其妙。啊，都自古早种甘蔗，迄拄一扎一扎的甘蔗吼，迄有肉拢有迄肉生嘛，啊，拢会下伫沟底。啊，是下沟底要淹水，有湿气，伊就放根就发芽开啊。结果伊讲骂，伊毋知讲人是先下伫沟底，啊，等伊。电根剥叶，因为要饮水较方便。你若甲种，因为伊咧中国人，伊拢出来看，看到讲较早甘蔗拢伫个林顶嘛。啊，你即马甲种伫林，迄高地当然甲你骂，伊就搞不清楚啊。伊毋知影讲等发根发芽了，较过用牛犁土砍开，这边也砍开，安尼变发芽伫林顶是安尼，搞不清楚后白讲咩。啊，佫后去派伊伫个。那个盐水，台南盐水，盐水风炮好无？啊，盐水遐嘛有一个糖厂，盐水制糖厂。哦，啊，迄个又派来要接管迄个盐水糖厂，
一个大门看盐水制糖厂，都完了汽车，他妈的，这小日本鬼子真厉害，盐水也可以制糖。伊唔知道，迄是甘蔗去制糖，啊，即个地名叫做盐水，完了，盐水制糖厂，哦，你厉害。你看中国人，三流的国家什么都不懂。啊，把咱的精英抬掉，伊怎讲？这精英会当起来领头？带领抗暴的哈，啊，这个台戏，过来搞垮金融、经济、民生哈。1949年啊，6月15日，用伊安怎用呢？来45年来开始发现讲，哦，台湾今仔报道党物件拢有，开始印钱、印代表，哈，有代表一直印，会使讲用卫生纸甲你换物件，这些物件，伊保温杯。你讲500，伊就用纸一直印甲你换，倒啊1000，嘛印用纸甲你换物件了，用会使讲咱咧烧金的金纸吼，用纸甲你换真正物件，吼你西装真正1000，我就用纸甲你换1000，伊摕一张纸，咱西装要白去啊，啊咱迄阵戆戆唔知啊，当嘛要换了了，到尾啊咱台湾人钱一堆，咱无钱报伊，你有钱我有钱。啊，钱报完了，米，啊，伊个台湾一年三收哦，两个米，两期的米，一期的杂粮就是玉米、番薯啊、大豆。结果见到台湾人无米通食，我番薯食足济，因为白米拢去哦，中国人用钱甲你换掉，啊，再去中国哦倒卖，因为中国内战，农民无时间种植啊。拢咧逃难啊！无粮食好食，是啊，乌市的米足贵，足好赚的。咱创家咱家己无米好食，我要食米足困难的。我旱季食有够济，旱季签吼，佫是食迄草药的旱季签。哦，我呐看阮的亲戚，阮阿舅啊，阮外妈，阮外公来，一定会煮较青草的吼。啊，结果。白米下伫顶悬，啊下骹嘛番薯签。等遐个人客食了，往往去食嘛是剩番薯签，啊有调几粒米，哦，迄几粒米咧煲足芳。阮爸，我4、5年前吼，即马有迄个改良场新的品种番薯，我种有生番薯，啊我就讲，爸我煮番薯饭互你食好嘛？哦，真好食足济呀，食到惊着。啊，我都爱食番薯，啊，即摆食番薯是好野人咧食呢，吼。嘿，啊，即摆我都煮的是番薯壳，呐切一块一块，啊，头砍三四块伫个饭内底，啊，表面拢白饭，食，哎，即摆食着，哦，即摆番薯超好食，即摆一个好食哦，阮爸骑脚踏车去外乡下讲。啊！你番薯田里底，我挽一挂来种我的菜园啊，换伊家己要种啊。本来较早食到惊着吼，迄真正好。啊！你看，尾啊，应该台湾人钱足济啊，伊即马阁发明一波，好来，即马我阁印新的钱哦。即马你爱摕40000块来干嘛换？因中国人摕1块，干哪换40000块？啊！你本来你若有4000万，讲好野人对不？40000换一块，你都要存1000块，好无？啊，1000块那是怎嘛？一工就开掉去啊！我高雄买一高铁来到这还无够呢，高铁还1400块呢。一差不多，我坐到差不多那个啥，苗栗新店遐都要赶落来。好啊，我即马咧想讲，你来看，伊用。40000换1块，搞垮咱的金融，吼、哦！啊，经济面米拢甲你钱甲你换换，摕去中国卖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呐好野人，本来好野人，吼、哦！你嘛会当带一群人来抗暴，哦！你要招人要去凯达格兰大道呐，即马都要替伊请游览车，还佫准备便当好食，对无？啊，有一个像陈云林来，阮去凯达格兰大道伊甲抗议，哦，阮。透早4、5点啊，就爱集合啊，吼，啊，坐游览车起来。
阮大概来到遮，拢头游行了，哦，两点开始游行，啊，去到凯丹格拉大道，差不多五点，阮拢听迄个细卡演讲，大卡也袂演讲，阮就爱先走因啦。阮若无较早走的吼，第一塞车，啊，若等于到屏东就三更暝半，啊，伊个阮伫桃园遮有，迄毋是正港的迄个交流道的迄个服务中心啦吼，带伊。边仔食饭，我迄停车场啊，足大，迄拢专门南来北往咧食。啊，结果阮搭车煞迟到啦，啊，阮订的桌声煞人咧食。啊，阮去甲小姐讲，小姐，哎，阮订的桌煞人咧食。哎，小姐可能新来的，小姐去看。啊，你知影迄阵哪有去抗议？迄拢头个阮共阮抗议的，无共关市的，伫咧食。啊！伊空气拢头六十岁以上诶，拢头毛拢白。啊！你新诶服务生看，啊，不要紧，恁等者，迄刀搁食无偌久啊。伊安甲讲，你听有无？因头毛拢白嘛，啊！伊惊着，啊，不要紧，恁等者，迄刀搁食无偌久啊，安尼。哦，我讲，我紧比一条条啊骹，讲无等红拍。好，我定咧讲啊，其实。民进党我甲当作讲，伊是国民党的泄压法，因呐，国民党来做一寡作歹的措施，就马英九安尼吼，大家去泼泼，啊，民进党就好来，咱来台北一日游，来凯达格兰大道一日游，招招渔人车才来啊，花花美美的，娇娇的，虽然佮等于属人工商，佮继续做，继续交税金，互国民党开，伊就是大家民怨要崩伊啊，民进党好来。来遮，甲你个开妥妥嘞，交交嘞，慢慢好爽啊！佮虽然等于属龙工商，继续交税金，对不对 ？OK。所以最近阮安尼连续甲讲三年，即嘛就无啥会行。所以你即嘛最近这两三年，民进党无啥咧办活动，就袂行。好，大地主变小地主，大地主嘛是地方个头人。我那当地化水的跟党的，那要带领人来抗暴，嘛有迄个实力。伊即马甲你发兵，耕者有其田，还是三七五减租，甲你只大地主拢分甲变小地主，你嘛无力哩啊！好，国民党敢有扎土地来？无呢？伊咧分台湾的地主的土地，伊当然分甲袂听，伊毋是我的土地啊！我伊若讲扎黄金。哦，来讲要切切，哦，咱台湾人分，你看伊卖无？无啊，啊无伊在毋啊带因中国大陆遐去创伊个所谓“耕者有其田，三七五减租”。好，过来白色恐怖，好、哦，就是八事件，即个材料剩诶用白色恐怖，你若讲话无下伊听，讲唔对话就来关。所以台湾人到尾啊，是大人发明一句话：“饭加食寡，话减讲寡。”囡仔人有耳无嘴，话唔好白讲。啊 ，OK。过来，敌性反转，争论错乱的愚民教育。咱跟中华民国，哦，咱日本军是跟中国咧修建的。但是伊即马战后，咱又美国打败，结果，伊来甲咱讲，哦，台湾同胞们，你们已经回归中华民国祖国的怀抱，啊，咱本来战败，又美国打败，咱总比手诶，好、哦，伊即马用甲咱讲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哦，你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你们台湾人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啊、不然你战败，啊！即马来回到中华民国，我变正赢，哦，大家拢嘛跳过来正赢，会当抬头挺胸，我是正赢这边。戆人，台湾人，短视近利，有些为了一包米就出卖家己。东京涉谷事件就是安尼，东京遐个台湾去底下留学的，吼、哦，还是伊遐做生意的，战后，蒋介石讲回归祖国的怀抱。因遐台湾人有一部分，我那为着要加领米，因为因若跳过来战争国，伊会当加领米啊，待遇较好啊。
为了美，就跳过讲伊原来战胜我，所以乎日本人看做无起的。啊，这是咱身份错乱吼，甲咱本来战败国，咱才变做战胜国，才变国民共一国，才被收买了吼。啊，这假民主选举，啊，有这移民教育，咱85%的本土台湾人，总统大选啊，因为流氓总统大选，咱哪拢会选输？2300万，咱甲划分讲300万是正港的中国人，剩的2000万人是咱本土台湾人，啊，咱会输选输这300万人，啥物关系？就是移民教育，甲一半以上1000万的台湾人教教讲。你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，跳过中国，所以选举这1000万，加迄300万，1300万，永远就赢咱这1000万票，是安尼来吼。啊，计选举就讲，伊党政军的媒体拢许党政军提掉了，吼。伊无欢喜讲，哇，咱有《自由时报》，有三立电视，有民视。哦，这三个加起来讲，这三明治：三立电视、民视、自由时报。哦，三明治不好发，无论你头家来开讲，还是什么大话新闻，每十几年啊不好，他算了算数哈。哎，就是起步无同哈。来，啊，咱来看一挂外来种的植物哈，这种较早大部分拢是。荷兰人印入来哈，好来，这个是番石榴哈，啊，这个番茄，你会记的，那外口礼拜拢会加一个番咯，番啊姜，哈，咱若讲姜是先伫土家叫做姜，啊，这先伫顶管的叫做番啊姜，伫外国来，啊，这番薯，番薯，啊，大家要讲番薯，敢那台湾人较。直接用番薯吼，较好讲，啊，这叫做番麦，吼，番麦，吼，番麦啊，玉蜀黍，佮有番仔花，吼，对无？啊，这拢外来，嘿，啊，我就刚咧想我咧困，哎，啊，咱这边咱拢讲迄个老树干，拢讲叫做老乌啊，啊，咱讲叫做番薯啊。啊，我讲番薯啊，那个看尾音，佫较细条，比番薯较细条，叫做番薯啊。你台语若看尾音吼，拢较细，车较大只，四轮的，车较大车，两轮的较细只。哦，你毋捌听人咧讲拖拉机啊？侬嘛讲拖拉机，哦，你就感觉较大只。哦，好，啊，所以咱咧讲，因就做老乌啊，咱就做番薯啊，唔对啦。蚵仔是咱在地本土的，咱叫做老蚵啦。因是外来的哈，因是番薯嘛，外来的，因叫做番薯呀。啊，咱是蚵仔啦哈。啊，咱拢讲唔对，拢讲到变哈。OK。国家民族认同错误哈。啊，咱来看这，真侪人拢错噶，中华民国当作我国，讲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有时啊，我那拄啊现场听了，讲啊，咱拢嘛台湾人嘛是中国人，我那讲安尼啦，你是狗啦，嘛是人啦，安尼好唔好？有时啊，爱讲那个消遣哈。啊，这就咱用教育家拢会变安尼哈。啊，这咱以陈文林2008年马英九拄啊算着哈，伊啊十月底来阮哈，一个我到阮后去抗议。阿曼叫下令讲，为桃园机场到台北市沿路拢袂使有中华民国的车辆机出现，所以派因中华民国警察伫遐咧收因的车辆机啊，甲民用的机啊拢抢来，有诶凹长，但是本出啦。啊，讲台湾的日军呢吼，颠倒摕中华民国的车辆机在咧顶捍卫中华民国，啊，这是毋是他个裕民政策成功？你台湾？日军你唔惊恁个日军个机啊？看民进党机还是台联个机啊出面嘛？你煞个咧提，煞咧人因中华民国无爱，因家己无爱，
伊都咧单调啊咧修啊，啊你搁提下你个电，看你头壳是毋是用洗脑个真严重，啊再讲国民党洗脑成功，等到五千期伫台北市，中华民国还搁派因个警察去甲顾，惊日军咧去甲抢来甲交破，还是甲放火烧，吼、哦，因为这是因中共老大哥的旗号，袂使受到侮辱甲损害啊。哦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，咱做咧。伦敦奥运会本来伫伦敦市有挂中华民国前领旗只，阿强啊抗议讲，你奈无用奥运模式迄个五环旗 ，Chinese Taipei 迄旗。伦敦奥运怎样讲因理亏，观音拢个修改。啊，咱有国民党洗脑教育成功的台湾人，搁伫遐咧捍卫中华民国，有无？搁伫遐咧顶。这旗毋是咱的国家的旗，咱是大日本国。咱爱用这粒太阳旗，吼、哦，同款。2009年，当局办那个四大运，吼、哦，欠个两百条电音山太子，讲也伫伦敦咧发车轮旗，讲咧爱台湾，而且爱头个一空咧，你头个歹嘛，吼、哦。这中华民国这个旗啊，唔是咱的国家的旗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台湾人，这少年呢，又洗脑。他个无清楚，吼、哦，开始阿咧捍卫中华民国。好，啊，咱安尼，同你讲，即届换张志军来，五千旗也无看了，中华民国旗也无看，吼、哦，咱这个抗议的这学生啊，嘛拢无举车轮旗出来，所以表示讲，因拢咧看咱的影片，哈、哦。那么，这个运动的这个始作俑者，哈、哦，来咱来看。是中华民国民进党的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内底所讲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啊，这都拄啊为着陈水扁要选2000年的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，为着要摕中间选民的选票，出卖家己。以前李登辉咧讲的讲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你还可以看到他。流亡的痕迹，啊，中华民国本来无伫台湾，是伫别个所在，伫中国大陆迄边，哈、哦，中国，哈、哦，啊，是因为国共内战战败，较早来在台湾，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安尼，看得到他的流亡的痕迹。但是来到陈水扁一家，伊是一个律师呢，哈、哦，海商华的足有名的律师，哈、哦，结果伊竟然，你讲要？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，卖咱有通啊分，结果无呢，直接用上个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安尼是毋是连卖都没有卖，直接用送的？好、哦，可怜。过来，我蔡英文伊嘛是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前主席，伊伫2011年。你要选2012年的流亡总统大选，在2011年的10月11日，在高雄市的乐港公园演讲的时候，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李登辉也会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咯，即马来到蔡英文变台湾政府啊，赶快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台湾就是等于中华民国，啊是咪完了？赶快用上。连卖都没有卖，吼、哦！这作假的，哎，拢偷人嘞，拢做甲东主席啊，读个这尼无清楚，吼、哦！好，好，啊，咱来改正咱错误的因素，因为我这时间无够，所以无中无休困，哈、啊，你若后要上洗手间，家己去，吼、哦！好，真济唔对，咱来改，咱定咧讲外省人，啊，啥物人嫁外省？你有定听安尼无？啊，这句话唔对。因为你若讲因外省，啊，咱就是本省，咱煞变中国的一省，啊，即句要哪改？外国人，哎，我那算对啦，啊，但是不太精确哈。爱、啊、讲中国人，啊，中国人嘛是外国人。台湾真好分，你也分两种人咧，哦。你讲啊，就一半查甫，一半查某的，无啦，唔是。本土台湾人，1945年。8月15日，还是9月7日，麦克阿瑟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。9月7日是麦克阿瑟签署第一号命令，
迄一天，中国军也未来，美国军也无来。迄阵住伫台湾，顶完只咱的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，包括伊所生的团落来，只人拢叫做本土台湾人。剩的呢，叫做外国人，无唔对。哈，你甲分台湾两种人呢？本土台湾人，剩的就是外国人嘛，中国人嘛是外国人之，哈，美国人嘛是外国人。好来，咱定来讲，听着讲专线。专线药房拢有得卖，有无？电台你有听？专线服务站拢有甲你服务，有无？定讲了专线，咱讲甲人人掌握，甲你讲唔对拢唔知影。后来啊，即句唔对变哪讲？变哪改？有人讲全国，讲全台湾就对啊。有人会讲全国，全国唔对，因为台湾唔是国家，即美国人甲咱早就甲咱讲啊，咱是。一个国家大日本帝国的台湾，哈，大日本帝国之一尔啦，哈，的台湾，哈，咱来改做全台湾，无唔对，哈。来，大陆这句唔对，变哪改？哦，无唔对，哎，安尼有通啊，哈，有较通啊。因为你若，咱台湾人即马讲大陆讲啊足惯势的，啊，即马英九伊下令讲哦。袂使讲中国，爱讲大陆，啊，台湾人佫作配合袂，拢讲大陆。伊是马英九呐，讲当咱落来做西，安就对啊，吼、哦，你莫听伊个。啊，真侪人讲惯是讲大陆，但是你若去甲一个美国人，你若讲我要去大陆玩，那印尼美国人逻辑，伊就。想无啊，伊就咧想讲，嗯，是要去对一个，因为全世界有六个大陆：北美洲大陆、南美洲大陆、欧洲大陆、非洲大陆、澳洲大陆，佮有一个亚洲大陆。啊，你是要这六个对一个，哪一个大陆？好、哦，所以你若跟他讲大陆，在科学逻辑上是不完整的哈、哦。所以咱来讲中国无唔对，来，先得。要怎麼改？啊？台島？哦，哦，哎，台山站对，標準的。大清甲咱管，你会记哦？212年，有夠久无？你若以20年一代，哦，甲咱管几代啊呢？10代半吼、哦。日本来台湾，1895年来，到。1906年，就差不多加。大清212年无在条为家人开一条路，开到屏东啊。你看有汉万无？沿路闹大溪流，大家溪啦，流水溪、闸门溪、淡水溪，都拢断去啊，拢断则断则啦。自日本人来了，才开始开桥造路吼，安、哦、尼为家人甲你开去到屏东。拄好西丽大桥，因为太大条，做较慢，迄条较慢到，较慢做。啊，所以迄条叫做台湾第一条纵贯线，后人讲叫做纵贯线，啊，简称台一线。台湾第一条纵贯南北的路，叫做台一线。啊、哦，好。如果你若伫台一线顶管，你开车。你拢唔免加油，你拢干那矿泉水还是自来水，甲灌在油缸内，安尼会走。安尼你甲我讲，迄条叫做省道，安尼我不否认。哦，你若讲加水，车会走吼，伫这条顶外会走，安尼你会再讲省道吼。啊，若无你爱甲我讲台一线吼，你若食汽油的，走汽油的，你爱讲台一线。我来讲偷渡客啊，这个哦，较早。20几年前，台湾钱淹卡目，中国人查甫查某拢要来台湾打工，所以拢为福建外海有一个上大的岛，长乐县的外海一个岛叫做平潭岛，为遐坐渔船啊，偷渡，为咱新竹南寮渔港，也是为屏东的那边东港枋寮，遐偷渡上岸，啊那用掠到，拢讲哦，又抓到几位。偷渡客报纸定安报，电视嘛报哦，抓到几位偷渡客有无？
都都去唔对呢，因为你若要去人个国家，你一定爱先签申请签证，吼、哦，为了签证，你较摕迄个 passport 来到桃园机场还是小港机场，经过海关验证，互你入境，叫做合法入境。啊，你非法入境偷渡，啊，非法，啊，就是犯罪行为嘛，偷渡犯嘛，对不对？你若讲偷渡客会当讲哦，安尼呐，咱有一工咱登去到咱家，发现讲，哎，咱内底有小偷还没有走，搁伫内底，啊，你落来甲咪拍招，小偷客你好，因为人客嘛，啊，冰箱有两个，你有摕开食无？你是咪作荒了？啊，偷渡客，偷渡犯的偷渡犯，啊，是安怎因中国人？抓到偷渡犯会讲偷渡去，就是讲，因较早比因较早为中国偷渡来台湾的嘛。因迄阵1949年是非法入侵嘛。1945年10月2号，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美军用船啊个载来去配中国军甲中国的公告人员，去配是合法入来。但是1949年。迄波咱台湾人同意嘛，违反国际法，因是武装难民入侵台湾呢。因迄阵来炸刀、炸枪、炸大炮，飞行机拢歹歹嘞。唔不啦，飞行机无多歹，机关枪拢歹歹，飞行机拢飞飞过来，有时候哦，那我都歹飞行机，啊，唔是只玩具飞机迄款。讲了先紧哈，所以因是非法入侵哈，啊，所以因白白拢偷渡去。因拢讲，因派这工人是偷渡犯，哦，抓到偷渡客，是安尼来啦吼。OK， 我安怎拢讲啊？即卖民国几年？啊，吼，对了，2004年无对了，民国103年。我意思是讲，无人搁咧用这款的，大部分拢嘛用西元，啊，所以要改做西元啦，啊，是公元。啊！你若要换算你的生日，你对一年生哈，你甲民国啊，比如50年次，你甲加11，就是1961年出生哈。你若50年，中华民国50年出，你甲加11，1961就是你的生迄一年哈。过来，台湾总统陈水扁，哎，对。你这嘛少年的，靠科学逻辑的这个概念啦吼，这嘛像举一反三，不对，伊是因为台湾唔是国家，所以无可能选一个总统出来，是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陈水扁，包括李登辉嘛是哦，是流亡台湾的，嘛流亡中华民国，吼的总统吼。过来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啊，这句唔对，要哪改？中华民国嘛唔对哈，不要紧，我来解说啦吼。台湾，哦，咱来讲联合国，联合国是以国家为单位，哦，你得爱是国家才会当加入。台湾唔是国家，所以无可能加入联合国。啊，无可能加入联合国，就无可能为联合国提出来，对不对？就敢若讲迄间房间，我潘良华将来唔捌入去遐。啊！你讲你看到我为啊行出来，安尼迄叫做看到鬼。哦，今麦七月吼。我从来唔捌入迄个房间，你讲你看我为啊行出来。台湾从来唔捌加入联合国迄个房间，你讲台湾退出联合国，看到鬼啊！哈。是蒋介石。代表被逐出联合国，啊，联合国迄个席位顶完，下一个名牌写 China， 迄个名牌，甲迄刀啊，甲迄条椅啊，拢无换，拢共款伫遐，只是本来蒋介石会代表坐伫遐，好，啊，这个代表去用赶出去，即马换毛泽东的代表来咧坐，安尼尔，啊，所以也不是中华民国被。逐出联合国是蒋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及其他
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哈。1979年，美国跟台湾断交，这句唔对，要哪改？啊，唔是，这里就爱讲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了，哎，政权是跟中华民国断交啊，因为迄阵是国家加国家。迄阵是美国还阁成立中华民国，啊，虽然已经向赶出联合国啊，蒋介石也代表向赶出联合国，好，啊，即咱过去绿色这边拢咱讲，咱拢袂晓讲，拢咧讲红色这边，哦，这边，这就是咱要国民党甲咱骗啦，即拢甲咱骗的。美国与台湾断交，你注意甲看，报纸不止讲，那中华民国。又与哪一个小国家建交，拢绝对不止中华民国与哪一个国家建交。啊，那断交，就说台湾与某一某国，哦，断交。派康的拢用台湾的名，包括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嘛是中华民国也报纸电视拢用安尼，哈。为中国来，拢唔是啥物好东西，哦。啊，咱来看嘛。咱台湾有出产香蕉甲山仔，足好食，吼。但是咱若甲咱台湾出产的山仔甲香蕉，甲卖去厦门、卖去福建，卖不到好价钱，是呐？伊诶纬度同款嘛，伊遐嘛有啊，吼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啊，你若甲香蕉甲山仔，甲卖去咱北边的日本。三倍计上，足好计。啊，日本的梨啊，甲苹果，哪家卖来台湾？迄阵早期台湾啊无梨山的梨啊，甲苹果是日本的梨啊，甲苹果来台湾嘛是因日本当地三倍计上，足好计。啊，所以咱有只拢讲东西就不是好东西。你算什么东西有无？那听听因中国人咧骂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东西就。无钱赚的就不是好东西了。阿妈无人咧美工，你算什么南北？好，那么讲东西，然后迪化街、台北迪化街咧卖，叫做南北货；高雄的三凤中街咧卖嘛，叫做南北货。哦，所以无人咧卖东西货，东西货无钱赚，绝对了死。哦，所以拢会没人卖，就是你算什么东西？无人咧讲，你算什么南北？就这原因，吼，好。啊，为中国来，吼，我住屏东，我伫屏东出世，所以屏东日头足炎足热。但是若寒天，我若来遮上课，吼，若寒流来，我就感冒。所以我认为，为中国来拢嘛，啥物？你拢讲大陆冷气团有无？哦，迄种，若看了迄，我就去。起码几个败起来，过来沙尘暴哦，十几年前开始有沙尘暴，较早咱拢唔捌听着。啊，这就是五零年代毛泽东哦，即个我那算天兵，伊发明讲咩超苏赶美哇，发明土法炼钢哇，甲每一个砖头拢用一个陀螺啊，啊，砖头边仔树啊拢出来行。你看，铁刷要连钢，啊！这是最大的世界笑话。啊，一挂树啊，错了了，到尾啊，迄树啊死，迄根开始烂，就没有办法水土保持，甚至变沙漠化。啊，气风就开始飞，起码已经会当飞来到台湾啦。吼，迄时阵呢，毛泽东佫出一个天兵，因为马车拢会食稻米，啊，迄阵中国粮荒，都你无够食，即个。雀鸟过来，搞头只下令，所有的人轮三班坐，当天坐位啊，吼，一日拢起来讲四点钟，一直轮流一直讲，讲三暝三日，遐厝家无地休，伊若来遮休了，讲锵锵锵啊，就飞走，啊飞遐遐锵锵锵，拢无地休，三工遐家伙三暝三日无困，大家无通个食，拢软卡，休迄个电线休袂掉，拢落落来涂骹。拄啊，农民拢捡到一香蕉，把食掉。
就嘛真注意吼。结果，伊把迄个雀鸟当作是害鸟，伊唔知影讲迄只啊，出只是你有结稻米的时，伊看你该食瓜呢。春的时间无稻米，食啥？食昆虫啊，它是好的好鸟啊，不是害鸟啊。结果隔年了，无出只天敌，哦，病虫害一堆，把稻啊拢食了了。稻啊还袂生袂开啊，心就迄个虫子去啊，因为无出只啊，把遐虫子食掉啊，饥荒搁较食得，一定啊天兵。过来雾霾，这是近两三年才开始有的哈。什么原因？就是伊自认为伊是世界的工厂，全世界高污染、高耗能、吼高毒害的，咱不爱做，先进国家不爱做，拢落订单叫你做，啊你戆戆啊做，赚一个5%、10%的这个工钱，拄啊像咱较早期，吼、哦，咱出卖我们的环境，来赚一寡。小工钱大工，就像桃园遮有一个较早 RCA 美国无线电公司，无，已经公司倒去啊。伊有生产一挂电子零件，迄爱用一挂化学药品去甲加去甲洗，哎呀，废水拢甲灌落去地下，吼、哦，挖一个井，搁用莫大甲倒灌落入去，所以污染地下水源，所以当地附近足侪人。抽地下水起来吃，弄到癌症，哦，甲今日还搁咧过，还搁咧火，哦，啊，即嘛，即款雾霾就是足侪各色各样的环境荷尔蒙，哦，化学药剂所产生的啊尘烟尘造成的这个雾霾，所以你看因北京、甲上海，然后到寒天，然后空气无咧，北风无咧吹，安尼点点是，规个城市拢雾蒙蒙，差不多300公尺都。看无啊，吼、哦，迄就是雾霾。啊，即树咧，迄做个拢毒，遐毒树咧，真侪人到尾拢会得肺癌。哦，啊，即先进国家因遐派伫中国遮个大都市，北京、上海，遮个高级干部、遐个 CEO 真侪，因拢规家伙出来，即马规家伙要搬走啊。吼、哦，到尾遐个外国个高级干部拢要落跑。吼、哦，因知影讲迄不可逆转，迄树咧掉伫肺部。没有办法清洗出来。后来郑成功这种人买做，伊成功就是咱失败。哦，他成功，我们失败，什么原因？1624年，荷兰人来安平。哦，你看荷兰人，伊迄阵是算无敌舰队哈，伊全世界咧找侪新的物种，然后较新的就拢引进因的荷兰，引进甚至引进来。安平遮，哦，包括因迄阵种甘蔗，吼，迄足好赚的。迄阵甘蔗会当连做乌糖，吼，迄是价位类比黄金，吼。好，结果刚迄一年，1624年，荷兰人嘛去占领美国的这个纽约，还有一个曼哈顿，也甲开一个港，叫做新阿姆斯特丹，吼。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主要港口。那么，伊来到纽约这个曼哈顿，伊先开这个港，所以甲号做新阿姆斯特丹。啊，你甲看300几年后，咱安平，即马变台南，尾啊台清是变台南府嘛，台南府城。较早一府二鹿30000家，即马连第三名都排无啊，即马变台北都、台中都。高雄都、台南都才变第四名，但是你看咱即马纽约咧，世界上大的都市、上先进的都市，哦，所以呐，郑成功来吼，咱继续荷兰人管吼，咱跟荷兰人混血，哦，那一家混血，查甫的烟头，查某的水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呐安尼经营，即马啦阿公啊，都安尼3至8年来了，阿公啊要讲。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一个来看，那拢鼻啊嘟嘟，目睭落落，头毛阁红红。你会记，咱咧用的水泥，迄就是荷兰土啦。
啊，因荷兰人拢红头毛，所以咱讲叫做红毛头，有无？水泥就是安尼尔，或者红毛头是荷兰人、外国人咧用的水泥啊，红毛头啊。那卖地震工来甲荷兰人赶走，诶，咱即卖原来先进国家呢，一个来讲，嗯，他拢拉荷兰语，拢讲了听无的。啊，这结果唔是咱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啦，伊就袂承认啦，就袂俾他抢啊。所以，伊成功，咱失败。大清这代啊，这头拄仔讲个，212当无在条位，家人开一条路开到屏东，到笨手，到韩门，日本人来12当就甲你做好啊！啊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我较爱用即句啦，中华民国海台湾。那么以来吼，咱做好规律嘞，吼，咱继续。日本人咧管嘛，吼、哦！啊，日本人你都知影，伊来甲咱管50当，咱台湾人就脱胎换骨啊呢，有无？咱比先进国家呢，比迄阵陈仪来台湾佚佗看，迄阵唔是佚佗，算咱迄阵日本史政40周年，吼、哦！台湾就办世界博览会啊呢。无像中国，敢那上海，敢那2010年，佮办世界博览会，差咱差不多80当呢。啊，你啊想，咱日本的台湾，哦，伫80当前，咱就会当做世界博览会啊！你看咱偌进步，哦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来是敢那害，人日本的新干线，哦，差不多40年前就有啊。咱56当前，哦，6、7当前才开始有啊。佫是伫阿扁个任内，吼、哦，啊做起来，佫分嫌讲废铁，啊若废铁你毋好坐，你若坐脚床软，结果拢我爱坐嘞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若歹中华民国来吼、哦，咱袂要害个遮惨，吼、哦。好，过来哦，啊这个，这粒臭石头啊，诶，老一辈拢讲吼，啊，你知嘛，甘愿讲。广岛长期性来原子弹来牵台湾，阮甘愿申请两粒原子弹，差不多20-30年后就无代志啊。啊，若新着这臭石头，臭石头啊，遗害百年，甲真吼，当中还佫伫校园内底吼，啊，这遗害百年，伊这个蒋介石伊所落来这制度，会一直遗害咱台湾人吼，包括伊的语言政策，强迫咱台湾人，那讲方言。所以迄阵讲台语，若无钱拢，像我迄阵无钱学法，我就爱挂吊牌啊。我说方言，啊若无就举水桶，哎、啊，你举久手酸哦，哎内底真正滴水呢，弄就家己倒到规身躯澹。啊，所以我到高中，我就拢一直作册国民党诶，我就想讲这国民党一定有啥毋对，但是我迄阵还搞不清楚，所以高官要招我入党。啊！是这边坡道顶要招我入党，我拢无来哈。剩无10分钟，来，咱来分贴讲，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，反正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尼来看卖。这是2004年10月25号，啊、哦，鲍威尔有记者咧甲采访的时讲的，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，台湾嘛毋是国家，台湾无享有国家。主权，啊，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，吼、哦，这都啊类似琉球，有无？琉球迄个美军占领时，哦，琉球人要等于日本，爱摕美国军事政府所发的护照，哦，就是旅行证件。那么台湾管理法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啊、哦，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，观音因的参众议员观音通过。台湾关机法，哦，啊，因咧设台湾关机法，咧朝你，拢无跟咱台湾人参详，无招台湾人做去拟定。啊，这个法案通过，在台湾进行实施，嘛免跟咱台湾人参详，拢无哈。啊，这是因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的关系，哈，所以伊开始这样来设这个台湾关机法，哈。
那么是不是国家有四个认定的标准？第一，要有领土；第二，要有人口；第三，要有政府；第四，要有外交权。吼、哦，啊，领土，台湾国家有领土？无呢，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无。啊，台湾国家有人口？嗯，啊，恁住伫台湾这块土地顶管的人，拢暂时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，嘛毋是中，你敢有摕？你敢有台湾国的这个身份证无啊？所以法理上，台湾国嘛无人啊。我、哦、阮有政府，歹者这个政府叫做流亡中华民国政府，毋是台湾政府，哦，毋是台湾国的政府，所以嘛无政府。有外交权，阮有23个国家。啊，敢若半年前佫判定一个叫做甘比亚，哦，啊，报纸就佫报讲台湾与甘比亚断交，潘康又佫摕台湾。伊无讲中华民国与甘比亚断交，啊、哦！歹势，你这个含迄22个国家签的诶建交公报，你摕出来看，下骹署名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，毋是你台湾国外交部，所以嘛无外交权，所以这四项拢无。当然，台湾毋是国家嘛，啊、哦！啊，中华民国伫1949年10月7日。已经迄个毛泽东政权甲取代呀，已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中华民国逃离他自己的领土，跑到台湾澎湖，离开自己的领土就是流亡政府啊，已经不是国家。我讲啊，咱拢拜关公妈祖，所以咱拢是中国人，咱拢用汉字，所以咱拢是中国人。那这个逻辑会通，来安尼来看。啊！那台湾人信耶稣，拢以色列人。啊！那信这个释迦牟尼佛的，拢印度人。哦，干嘛呢？就变安尼严。哦，啊！咱拢用汉字，所以咱拢中国人。诶，啊！日本人怎么用咧？要咧用汉字呢？哦，啊！你十几年前韩国嘛，还佫作一个汉字啊？哦，当然怎么一直改，一直无去啊？甚至因的首都叫做汉，较早叫做汉城嘞。啊，新加坡嘛用汉字啊，我遮拢中国人嘛。哦，所以这逻辑袂通。啊，你安尼，啊那用英语的拢英国人，啊美国嘛英国人，菲律宾嘛用英语，菲律宾英国人嘛。啊、哦，所以袂通啊、哦。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将来变怎？啊、哦，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部、司令部拢要裁撤。干那改成指挥部，啊，司令部无啊，啥物人要发号司令？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咧掌控咧发号司令吼。即摆21万5的兵力，上尾也要精简甲剩12万人吼。美国军事政府会入来台湾，中华民国政府的人员爱撤退去金门甲马祖，金门马祖还佫伊中华民国领土吼。啊，无就爱走去福建的平潭岛，啊！你看这个平潭岛，就较早拢用中国人要偷渡来台湾的所在。那么平潭已经有一个伫2011年10月30日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首航，伊个航程3点钟吼，即只就是海峡号。那么去年10月7日平潭至台北港，这台北港就是八里啊吼。金山八里哈，航程2点半点钟俩，搁较紧哈。啊，伊这个船哈，会当载240架这个汽车啊，小客车，会当载差不多70-80个旅客。那么，应该的估计，去年的运量将达18万人次，这是呢《联合报》的电子报所报的。而且，伊搁讲，台北港虽然较慢开港，但是伊的运量会比台中港较大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台北管区等于就是台北城，中国人较侪，所以将来若要撤退，会为台北港较近，因无可能去走到台中港，吼、哦。好，那么是安怎？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啊，咱过去拢会误会讲啊，那发台独阿强要甲咱拍，唔对嘞，是美国要甲咱拍，吼、哦。这美国这个因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讲的，哈、哦。我们来看哈，伊伫这个美国国会众议
众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、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，我清楚来讲，台湾独立就是战争。这作为副国务卿以及美国的主要官员，如此直率的把台独与战争直接紧密挂钩，在过去是极为罕见。哈，伊讲，这是因为让我把话说白，独立意味着战争，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。还有海军陆战队四大军种来攻打台湾，因为呢，台湾这块土地是因为战争的关系，日本天皇等于没到现在没有现金可以赔，所以暂时被美军掌控，抵押在美国的手上，就好像我拿我的手表，我去抵押在当铺，当铺会开一个单那个典当单好啊。那么你要把我的手表顾好哦，连讲我有钱要提这个赎回去的时候，你要把我顾好。啊，像美国就是在顾这地啊，台湾。你等日本政府要提钱来赎回去，伊这中途未使许阿强啊，啊是台独人士，甲独立出去甲提掉去啊。我顾好啊，那么连讲提现金来，我无呢，我已经用抢伊啊，未使安尼呢吼。所以美国讲。台独代表战争是美国要跟我们打，开玩笑，我美军死那些美国大兵，航空母舰用轰沉落，吼，飞行机拍灾了，啊，这战争在啊未赔我，一块土地暂时抵押伫我手里，我爱顾好，等你有现金提来换，吼，安尼知影无？吼，好，碍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今仔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有机会好好向大家报告，谢谢，多谢。